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不必理会了啊，应该没有眼了。血赚十块。啊，可惜。不想给我 A 不灭。又是大优势吗，队友？用这个 Q 好难补啊，不如平 A 呢。你再不打进攻，你家队友要招不住了。他好像没有太强大的想打架的意思啊。打闪可以了，下播吧。不是，我是说下播打他，不是说我要下播了。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怎么突然？这游戏还没打完呢？哒哒哒哒哒。我打你的钩子，我的妈呀，多少个人呢？我刚刚应该把破坏之王拿到那边去的。主要被拉到魂的俄罗伊战斗力太恐怖了，已经不像个人了。他是拉到魂的俄罗伊，我过去好像他吸的血更多呢。大哥你又来了，应该拉我的魂吧，我看能不能走给牛一下。我来帮你，怎么好像什么用都没有啊？除了挨揍。哥，你要不别来了，别抓上了，别抓上了，哥，让我自己玩一下，好吗？这两个人打他不见得是这个优势。嗯。
我看想个什么办法把他带到塔里去。真能回呀、啊！打不赢啊！这幻仙好厉害啊，焚天！嗯，来啊，凡甲！你是我这个礼拜遇到最强的人，我强个毛啊！我都被你打烂了。你都快把我越了！你这说这，你是不是想夸自己啊？你哪看出来我强了，哥们？哦，不能 Q 闪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只能闪现 Q， 不能 Q 闪。这忘了，之前是可以 Q 闪的。我想把它从这里推到这儿的。有点难推呀、啊。有点推不动它呢。推你总推得动吧。我说谁都推不动那还怎么玩。ADC 直接被秒了，我也救不了你啊，哥们ADC 又在闹了啊，就想收集我。来吧，开始我们上单之间的对决。开始。
还好是辅助的头啊。我想推人过墙的，全是魔法伤害啊，他是把我融了。飞啊！给我坐下。小小泥鳅还不服猪啊，搁这喷来喷去，我们男枪有点顶不住了呀。这把要小心啊，打团输了真会出事的。龙王这个英雄团战太猛了，容易扛不住啊。打地下。我们家龙王呢？我打错了。有五张没？他不出来你拿不到，要不你拜托一下他，他出来你还能去上五杀，出来了没机会了。队友都这么狠吗？这把队友都非常狠，居然是女枪的 MVP， 我还以为会是男枪的呢。双枪18-5 15-9，好像确实女枪的战绩死得要少一点啊，7-4-30 7-1-9，我这看起来还显得挺混的呢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